Creative Director， 叫香港男。港男。我是一个专门帮一些情侣去找对象的一个人。一般港女的精神就是无精神。每一步，每一步，耶！益你哋，记住系益你哋呢种心态吓。唔系我系职业，系我业余嘅兴趣嚟嘅。我系一个好关心人哋能唔能够安享晚年嘅人嚟嘅。唔想做剩女，揾我啦。My 剩 lady， 快啲嚟第二个影视店啦！